上做搜救的动作。另外，从这个事故现场一直到关渡宫这整个淡水的河域啊，我们会有另外一组人来做搜救。另外，警察局的部分也会在这河岸的部分啊，来做一个以目视的方式啊，来做一个巡查。第四组的部分是由整个新北市一直到现场，一直到这个淡水河的河口啊，也来做一个整个河上的一个搜救的任务。另外，空警总队啊，由百灵桥附近啊，一直到淡水河口也要做一个空中啊整个搜寻的这个任务。海星署的话，第六组是海星署，海星署的部分我们会从整个这个关渡宫一直到淡水河口10海里的部分啊，整个做一个全面性的搜救。所以整个任务从事故的现场一直到淡水河口的10海里处，我们会整个全面来做一个整个水面上的一个搜救。